我们现在抵达 Sample 城堡，但是没有太阳的地方其实还是蛮冷的。我们就继续一直往上走吧。这边沿路都是艺术品哎。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圣保罗城堡的山顶上。Smells good. So? Oh, trouble. So good. 这些都是橄榄油，然后以及醋，白醋。You want to try chocolate biscuits? Thank you.很安静，很安静的山城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是礼拜二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游客没有很多，非常的安静。